这个月子，哼。玫瑰啊，你看这市场上啊，你也刚来，没什么经验，以后啊就听我的。 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，而是如何将我们的软件进行市场推广。 毕竟微软操作系统占据了市场70%以上的份额。对不起啊。喂。喂，江海，刚才有人跟踪我。什么？请进。江总，您找我。刘主管，坐。
坐。叶主管，刚才我女朋友来电话，说是她又被人跟踪了。又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叶主管，你是专业人士，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本事又大又可靠的女孩子陪着晶晶？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好让她们形影不离。贴身保镖。算是吧。有人选吗？ 嗯，楠楠，居然有人能伤到你玫瑰，真是个高手啊！晶晶。 你好，江总，我是玫瑰。三次女子散打全省冠军，一次全国锦标赛冠军，21次对抗赛不败，47次 KO 对手。哼，玫瑰小姐，幸会了。月薪2万。这个叶主管跟我说过了，没问题。 那我要预支5个月的薪水。看来玫瑰小姐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形而不行。玫瑰小姐，按照职场的规矩，如果你想提前预支这么多薪水的话，恐怕你得跟我签一份20个月的长期合同了。没问题。玫瑰小姐，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助你。20个月。 1年08个月，咱们现在就签合同吧。好，既然你的条件这么苛刻，那总该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真本事吧？是不能呢，还是根本不行呢？ 晶晶，我已经5天8个小时，零40分钟没看到你了，我好想你啊！有那么准吗？当然了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玫瑰。他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是我专门请来保护你的。 晶晶，你怎么没给我商量一下，就把外人领到家里来？晶晶，你先别急，行不行？你说说你，最近总是遇到这些威胁呀、骚扰的事情，你说我心里能不担心吗？可是你回来陪我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可是我最近太忙了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你也知道的。
公司软件开发已经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，可是我最近总不能集中精力，总是为你的事情分心，所以我就想把你的事情也解决好，这样也不会影响工作。当然，我也是挂念你的。你以为你给我找了一个超级保镖，你就可以安心工作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需要的不是保镖，而是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把这段时间忙过了，好好陪你。那你也要理解我啊。哎，玫瑰可是一个专业的安全专家，人也不错。你可以跟他成为朋友，而且他也可以好好保护你，好吗？那我有一个条件。但是其实我心里也很难过，舒林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最近的工作很忙，所以我。枉费舒林这样一心一意的跟着你，原来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舒林。心兰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来，这个位置好吗？行，就按这儿。别按反了啊！知道。这样呢？行。晚上你可一定要回来，我煮东西给你吃。哎呀。可能不行啊，下午还要跟美国的风投谈判呢，所以晚上恐怕回不来。可是你答应过我的。哎呀，等我忙完了就陪你啊。我不想让你走。好吧，好吧，来，走吧。嗯。是我的私人空间，你不能上去。万一有安全漏洞怎么办？我说过了，那是我的私人空间，这是我的职责。那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上去。吓着我了，我以为还是恐吓我的人呢。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安全。走吧。
谁呀？来人了。请你先出去好吗？学生需要安静。好了好了，都专心一点，想一想我们上节课学到哪里了。干什么呀？孩子们需要安静。我手机忘里边了。神经病！晶晶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好了啊，所以你不能离开我，你不能离开我。别哭了啊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倒是说话呀！这事太奇怪了，你这是工作失职，你知道吗？玫瑰，人家花那么大价钱请咱们，不就是图个平安无事吗？你可倒好，不待在人家身边不说，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这次是一块砖头，下次万一是一颗子弹呢？我会替他挡。那你也得在他身边呀。对不起，江总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不管什么理由，这失误不许再出现。还有，玫瑰，我希望你对得起那份天价的工资。你，喂，哎，我说华哥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就再宽恕我两天，就两天时间，好不好？哎，喂，没文化，黄毛，有麻烦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失职了。
呢？坐地。喂，江总，什么？不可能啊！是，江总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安排好的。跟我来。楠楠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能这样，做安保工作一定要细心，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你怎么搞的？楠楠，我就行了，你不用给我解释了。我知道你心里疙瘩一直没有解开，但是你不能老是这样下去，你这一辈子不能就这么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对不起你，是你自己对不起你自己。要不，你再跟江总说。说什么呀？晚了，江总已经不再信任你了。从今天起，你调回公司的停车场担任保安工作。工资降到每个月2000块钱，至于你以前预支的10万块钱工资，从你每个月工资里扣除相应的部分。玫瑰，照你这个状态下去，你得替公司干5年才能还完预支的钱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小亮，我是玫瑰。有3辆车在这轻点，姐，你轻点，快点，抓住他，轻点，送派出所去。静静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是不是感觉到很不快乐？你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吗？就像喝了一杯很冷、很冷的水，经过很长、很长的时间，一颗
立刻的流成热泪。我的愿望是不要让我再孤单的思念，能和你永远的相伴。静静，这些我明白，让你受苦了。也许等待就是我的命运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静静，其实我以前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告诉你。我曾经深深的爱着一个女人，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一个男孩。后来这个女人就把我和孩子抛弃了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都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总之，她深深的伤害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不相信任何女人，更别说对谁敞开心扉了。可是，在一年以前，我遇到了你，我发现我整个人都变了。我也不知道是我愿意接近你，还是你吸引了我，打动了我。总之，我觉得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爱，再一次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幸福。静静，你愿不愿意嫁给一个离了婚又有孩子的男人？愿意吗？我等这句话已经等了321天了，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在等这句话。难道等待的回报是如此丰厚？我觉得车厂保安工作非常适合你。哎，玫瑰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。你说晶晶家那天进绑匪，你没有察觉？我不相信。我也不相信。怎么回事呢？难道这些天我和晶晶待在一块儿，感觉到更多的是她的孤独和寂寞。作为一个女人，谁不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身边细心的呵护和照顾呢？谁不希望能天天跟自己的男朋友待在一起？可是得了吧，江总对她那么好，又给她买车买房子，还有也给她孤独和寂寞啊。楠楠，你想一下，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身边必须摆着男朋友的睡衣才能睡着，这种滋味好受吗？呀，行了行了啊，自己还没人关爱呢，倒替别人担心起来了，真是的。狂野猫女。狂野魔女，没错，一定是你了。你神经病吧，你认错人了。没错，绝对没错，我在网上见过你的自拍照。
他可是当今恐怖小说网上的大红人呐、啊，那点击率超过200万，这什么概念啊？狂野猫女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了。他什么意思？江海，我们走，别听他胡说。哎呀，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。哎呀，不要走了。哎，小姐，我是一个出版商，哎，怎么合作？把你的小说卖给我，我保证你赚大钱了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不认识你，我警告你。不要再这么纠缠，再纠缠的话我要报警了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！哎呀，你看，先生啊，您真的是误会了，我是个出版商啊。哎，来，哎，请问先生，您是？啊，我是她男朋友。哎呀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哎，你的女朋友啊，那可真是网络的红人啦。这个我不清楚。可能我工作太忙了吧。哎呦，你整天忙来忙去做什么忙啊？你的女朋友啊，写一部小说就够你吃上10年8年的了。是吗？啊，他写的那部今夜他不在家很动人，很刺激哦。5月3号，今天我在地下停车场遇见了一个好笑的事情，但是我决定把它变成一件恐怖的事情来告诉他。如果我在他心里分量够重的话，他一定会有所反应。5月15号，我故意砸碎排练厅的玻璃，这样我的爱人就能够回到我的身边，用他那坚实的臂膀给我温暖的港湾。明天我都想好了，用音响播放音乐来伪装我在家，然后自己悄悄离开，造成被人袭击后的景象。我相信我的男人要是真爱我的话，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定会考虑给我一个承诺，一个爱的承诺。完全是为了增加点击率而写的，你千万别觉得我不干净，江海。喂，喂，江海，江海，
这个是你的吧？不是我的。哎，我看那……我跟你说过了，不是我的，把它扔了。玫瑰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什么情况都知道？啊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什么真相？静静，静静她欺骗我，她是个骗子。这个疯女人每天晚上写小说，把生活当中所有真实的事情都搬在了网络上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都没有？啊！我现在明白了，所有发生的这些奇怪的事情，都是静静一手策划、一手设计的，把我们之间所有的隐私都搬在了网络上，让全世界人都看得到，点击率竟然达到了200万，连出版商都盯上他了。我真是个白痴。你也一样，你也是个白痴。小亮，你盯一会儿，我出去一趟。骗子！哭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何患无妻啊！哭什么？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哎！哎！哭什么哭？你为个女人，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？我哭。关你什么事儿？江总，没事吧？没出息，一对狗男女，没出息，让我抓着了吧？叶主管，麻烦您把玫瑰小姐再调回安保办公室，待遇跟以前一样。对，恢复她的高薪待遇，
你会后悔的。这辆156有多处划痕。是，知道了。玫瑰，你好。 你好。哎呀，这黄河真他妈黄啊！煞风景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 你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吗？你竟然有脸在这里撒尿！你太没文化了！你和谁说话呢？啊！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，看看你的鬼样子啊！别他妈戴个眼镜就装文化人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网上谈的事儿，我不管靠谱不靠谱，谁要放我鸽子，我他妈我撕了他！ 我说黄毛啊，你从小在武校习武，所以关于这个文化知识嘛，你肯定是我。当然了，关于这里的来历，我还是有一点研究的。呸！研究个屁！啊，我告诉你，这黄河就是黄河，用得着你研究？啊？你以为你是黄委会的？没文化！哎，你绝对的没文化！行行行。 你们只有三天的时间。咱们要带他去玩吧。不了，改天吧。再见，再见。 江先生，今天这份合同，你是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宋先生，您的条件太苛刻了，所以我们公司新开发软件的南方总代理，恐怕我得再行考虑。对不起。江先生，我宋某在江南 IT 界，好歹也算一号人物。 你觉得今天你不签这份合同，你能走出这个房间吗？宋先生，做生意嘛，
以和为贵。别以为在你的地方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那就要看你答应不答应我这个条件了。非常抱歉。宋先生，多谢你的热情款待。有句话我要告诉你，作为一介书生，我从不恃强凌弱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力量对抗暴力。行了，留步吧，有机会再合作。玫瑰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笑。哦，对了，江总，我见到晶晶了。玫瑰，你好，找哪位啊？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是江海吗？是啊，您是？啊，我是晶晶的父亲。请进吧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晶晶的母亲有家族精神病遗传史。晶晶四岁那年，他母亲从我们歌舞团排练厅的天幕上跳了下来，死在了舞台上。我一直非常担心，害怕晶晶也，所以从小到大我把她看得很紧，每年都带她去做一次全面的体检。直到有一天，晶晶自己对她母亲的死因产生了怀疑。有许多人追求过晶晶，他都没有答应。我想，他心里肯定也会有担心。直到你出现，他才彻头彻尾的投入了情感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非常的爱你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特别担心。担心你们之间的情感一旦出现了问题，他会承受不了。所以，我想，对不起，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也看出来了。所以我专门过来，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晶晶最近看上去非常的不正常，我害怕。害怕他会做出出格的事情。你是担心他会自杀？如果这就是他的宿命的话，怎么也躲不过去。但是，我担心他会对你不利，我不愿意他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这些都是最新的安保资料，你好好看看。玫瑰，你得好好补补课了，你连电脑都不会，你 KO 了你。不至于吧？不就电脑吗？来，哎，你别动，我正忙着呢。你让我试试。哎呀，别捣乱，别捣乱。
等会儿呢，我一会儿叫你要玩儿。哎，我正忙着呢。江总。哎，哎，小同学，请问京三路怎么走啊？京三路我不知道。哎哎，那个小同学，你看我是从外地来的，我真找不到地方了。你是红领巾，总得助人为乐吧？有困难找警察，你去问警察叔叔吧。哎，哎，小明。小明，刚才那什么人？学校的老师。笨蛋！在这种情况下，保存有生力量，以空间换时间，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行，哎呀，跟你说不清楚，没文化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你随便吧，我就打个招呼。我跟小明回来了。那我也是。那是我专门请来保护小明的。不需要。小明在我这儿好好的，不需要别人的保护。爸，别看我60多岁了，我能保护好我自己的孙子。你们俩都走吧，我没做你们的饭。玫瑰，嗯，别往心里去，我爸他就是脾气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去看看小明。哎，作业呢？哎，小明，你看这个是不是？小明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带我一起玩吧。你不会，女生都不玩这个。哟，你会笑啊？我以为你不会笑呢。我当然会笑了，就是见到我爸爸懒得理他。了解。嗯，咱们俩比赛怎么样？怎么比啊？看到那花坛没有？目测距离也就100米吧。你划滑轮，我跑步，看谁先到，怎么样？怎么个赛法？你说呗。嗯，如果你赢了，我以后就听你的。嗯，如果我赢了嘛，怎么样？快说。嗯，别害羞啊。那你就帮我把老爸支走。没问题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来。嗯。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一，二。三，好。认识下，我叫玫瑰，从今以后就是你的专职课外辅导。
我叫江小明，从今以后就是你的专职课外学生了。来。小明这孩子吧，脾气有点怪，所以。其实小明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，真的。江总，你有没有想过是自己和他疏远的太久了？也许吧。我现在最担心那个疯女人会不会对小明不利。哎，这也都怪我。要是多忙上十分钟，也许就不会出这事儿了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你爸的家是部队家属院，挺安全的。现在就是他上学放学的路上会有些不安全的因素。我也担心这个，所以最近小明的接送，怕是都麻烦你了。你放心，都说了，小明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，跟他待在一起挺开心的。哎，有空的话你教小明几手，男孩子嘛，会点功夫，准没错的。没问题，就不知道他吃不吃到这苦。操！你还差了多少钱？五万？多少？哎，五万，五万呐！给你两天时间，两天时间你要拿不来，报案！拿不来怎样？上！兄弟们，大嫂，大嫂。的账一笔勾销，还有一个呢。哎呀，李小龙在世也不过如此啊！去去去！他妈的，辛辛苦苦赚俩钱，全让你糟蹋。来，你。哦，黄毛，以后比一下剑，快点！起床，快点！怎么样，累不累？累。再往上接着跑。
玫瑰老师，你在我们家还能待多久啊？那要看你表现，你表现好的话我多待一段时间，你要表现不好的话那你就走了。嗯，我一定会表现得很好的。真乖。嗯，那上学去吧，一会儿我来接你啊。黄毛，要创可贴吗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女保镖也是个高手。我们不玩了，这次真的不玩了。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怎么能结束呢？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对于那个女保镖，我不感兴趣。我只是想知道，那个负心的男人，在失去儿子之后，他会怎样？哎呀，其实啊，我早就想好怎么对付那个女保镖了。你放心，我们收了钱肯定完事儿。一直在这儿呢，就没停。是啊，没问题。啊，
怎么办？我们报警吧。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？如果真的是晶晶干的，那我……你在家等消息，我跟着江总。小心点儿。就是个魔鬼！我问你，你把小明藏哪儿了？啊？你把小明还给我！小明？小明是谁？这跟我有关系吗？请你们离开我的教室。江总，冷静点儿。好了，孩子们，今天就先到这儿了，再见。来，孩子们，赶紧走。孩子知道什么？他们是无辜的，有罪的是那些可怜、可恨、可悲的父母。果然是你干的，江总，江总，晶晶，小明到底在哪儿？江海，我原本以为我是爱你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你。我想让你回到我身边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我恨你。玲姐，把孩子还给我，你把孩子藏哪儿了？你把孩子还给我！那你能把我失去的爱情，还有曾经的孤单和空虚、寂寞，都还给我吗？好了，我还要上课，你们走吧。晶晶，你过分了，你这么做会付出代价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那每个人都应该对他所做的行为付出代价，你也不例外。都是中国人，说，你写还是不写？啊！你还是写吧，他呀脾气可暴躁了，你刚才都看见了，我这么强壮的人，你看，他都给我打出血来了。来，乖，写。
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你们江总。这是小明的字儿吗？你看看，这是小明写的字儿吗？是吗？这是小明的字儿，他的字非常工整，我认得出来，这是他写的，没错。你说，他们会不会报警？咱俩不会出事儿吧？他们为的是孩子。那这一次，咱俩算犯罪了吧？绑架、勒索罪，绝对是恶性的犯罪行为。那这样，咱啊，钱一到手，立马远走高飞。你去开你的网吧，我去实现我的明星梦。都是为了梦想。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，咱们都得面对自己的过失。话是这样，可是真想想要坐牢，还是有点害怕呀。谁都怕。江总，怎么了？准备好200万，赎人？金金是不会要钱的，难道这不是他干的？还是通知刑警队吧。不，别打电话，别打电话。通知财务部，提200万现金。就这样，我先出去一下。江总，江总，这都是你的错，全都是你的错。对不起，是我的失职。别说了，你先马上给我消失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江总，我知道你有气，你骂我吧。你要是再不解气的话，你打我都行。我不用你管。我一定要管。晶晶，是我。
静静，你先听我说，我真是对不起。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很真挚的，我真的知道。可是，你也应该相信，在我心里。没有照顾好你，冷落了你，这都是我的错。也许让你感到很孤独，很寂寞。也许这也就是你在网络上写那些小说的那些初衷。我真的知道我错了，所以我想请你。千万不要把这些怨恨放在小明身上，一切都是我带来的，我的错，求你了。游戏结束了，把孩子给我放了。江总，我还是报警吧。楠楠，江总的意思是再给晶晶一次机会。那好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去打架，我是去赎罪的。让玫瑰人一个人跟我去就行了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小心点啊。钱我们带来了，孩子呢？钱放地上吧。孩子在你们身后。小明，你告诉晶晶，是我对不起她，这钱算是我给她的补偿。啊，那个女孩叫晶晶啊。哎，我说看你人模狗样的，你干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儿了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告诉你，我最看不惯你这种卑鄙的有钱人。你们快放人吧。可以。不过，这钱的数目有问题啊。200万一分不少，全在这儿。那是一个人的价，现在是两个人。啊！你们回头再看看。晶晶，我说，咱就买一送一，把这个女的送给他们算了。那不成，啊！这200万，一撅屁股就没了，你拿什么开网吧？我拿什么上电视？江总，快去小明，他们就两个人。哎哎，小明，小明，小明，爸爸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！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。
兰兰，好点了没？没事儿。小明呢？跟他爸爸回家了。啊，那晶晶呢？他到底还是发病了。玫瑰啊，小明让我问你好，有空你去看看他吧。好啊，其实我们俩经常通电话的。哎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非得约在这儿见面？江总，我想带你去见我一个朋友。
回家吗？